他累了啊，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，他休息一下，待会他就在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是打不倒的，肯定摊子，不用担心。可是有一个好像不会起来，已经流走了。他去太平洋，他改过几年啊，过几年。老板算乐天的哦。哎、欸，出来了，现在真我们都很乐天的、啊，哎、欸，看天吃饭没关系。他们都会起来的啦，待会就起来了。可是有一个好像不会起来，已经流走了。他去太平洋，他改过几年啦、啊，过几年。你在这边做多久？有遇过这样子吗？嗯，没有，七年。七年哦、喔，啊，上一次你印象中这么恐怖的台风？忘记了。忘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只有这一次最严重，以前没有，他只不会倒成这样子的。以前他只都很，大部分都很勇敢，很勇敢啦。最近他们太懦弱了，他们。对了，过几天的呀，过几天我要好好补他们的。那你说这样子，如果倒了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国庆年假？会啊会啊会，因为都坏掉了，他们也没办法修理，也来不及了，才一天而已啊。对啊，今天礼拜四，礼拜五一天了，没办法。那你会担心吗？就是之后修缮什么的，会不会花一大笔钱？当然是会啦，啊，但是我懂啊，也是要面对啊。老板，他冷算乐天的。哎、欸，出来了！天，我们都很乐天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看天吃饭没关系。